签字。嗯，哎，那个季度总结你写完了吗？季度总结？就你刚来的时候还写那个年底目标啊，那个东西。啊，那个写了，但没完事儿。带我看看去呗。啊，行，那这边。陈总，你说的季度总结就是这个吧？嗯，对。嗯，就写这么几个。啊，是啊。第一个完成了吗？第一个应该算完成，但是我得改一下。改吧。第二个存款30000完成了吗？这个也得改一下。这个应该算没完成吧，但是也得改，我也得改。这个就对了，实际是这样。成为老板的核心人物。啊，对，这个我不知道啊，这个你们。陈总，你觉得我算完成了吗？我给你改一下。啊？太少了吧？应该再加一个目标。加一个那也行啊，怎么加呀？我给你加。你